人体之内，气之源泉，即为丹田，气可助人成仙，亦可令人成妖。我等隐居天柱之山，乃欲真气，施法术之道士。长久以来，静观世间，守望苍生。然而， 无止境的战乱使世间被邪气所笼罩，现如今更是有凶恶妖魔作祟。在此相遇即是天意，如可愿随老朽一同彻查邪气之元凶，为乱世带来光明的气圣之人啊，白泽 似乎也很中意如，没想到连此山都有妖魔肆虐，这也证明肆意的邪气仍未消散。 师父，还请您不要勉强。老朽竟被这么说，岁月不饶人啊！原因已昭然若揭，我等返回吧。